臭宝又寄过来一个茶花，养的又要嗝屁了，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就给他救活什么花。先做开箱吧，看看什么样了。哟，天天收茶花，我捅了茶花窝了。我跟你说，得亏我不收月季，我要收月季天天是月季，你信吗？那些养月季的花友都直接不关注我了。我就一直跟他们说，我说你嫁到我们山东来。这把是要当法医了。好了，这回不当花医，当法医。干巴了，死球了，嗝屁了，驾鹤西去了，给我留了一封情书，快我看一下。啊，老花医，我爱你，我把我心爱的花交给你了。不知道是肥多了还是水多了，叶子掉光了，开始还有点绿芽，但总不长叶，到后来也没有了，还没死透。想到你开箱验尸，有点紧张了。我感觉叶子要验尸了，宝贝儿。哎呀。哟，宝儿还是绿的呢，宝啊宝啊宝啊，还是绿的呢，估计是水大，看着很多的花友呢喜欢养茶花，还给我递了一封情书。你知道那天花友说啥吗？说我结婚结的忒早了，水大了，根都发黑了，根全部都发黑了，看到没？一股泡菜的味道，用的是大泥巴土，就是水大，别的没毛病。现在能做的是啥呀？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洗根换土了？啊？他没说，他没说也跑不了他。很多的人洗根换土，你知道吧？你换土又换回姥姥家那个土了，跟以前的一样一样的。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，黏糊糊黑不糊的，啥玩意儿这是？要不是你心爱的茶花，我就给他，就给他送停尸房里去了。没办法，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重新入个盆。继续找一个排水透气的花盆，我用到的是一个花博士的花盆，这个好像是花博士的8号那个样子吧，2+轮大小。然后呢，我用到的是这个火山岩，大家可以用河沙，因为像它这种根系啊，只能醒根的时候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接下来呢，咱们选土的话，我用到的是火山岩为主，掺了一丢丢的泥炭，这之前用剩下的，有点陶粒不影响，无伤大雅。现在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们没有土的话，你可以用纯河沙。哎，这个根系，哎呀，这个根系也没办法了。花园，我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这个差点都达到验尸的标准了。这个我也没招了，不要埋得太深。有的话说，你这不埋得就挺深的吗？我埋得不深，我要提一提，把这些土跟原来的根系充分的接触。浇水，这一遍水还是要浇的，不管它之前是不是水大，这一遍水必须要浇。很多的花友呢，在养花的时候总是理解不了，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是个什么事呢？要有空气才会长根。没有空气是不会长根的，所以说大家用到的盆土一定要排水透气。之后呢，由于它烂根了，咱们一定要用一些杀菌药，再用一些生根剂，恶霉灵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用到药，因为它烂根了，我们用到的是恶霉灵，这个呢是千百剂的恶霉灵。很多的花友问我什么时候该用药，什么时候不该用药，烂根了就得用药，不烂根就可以不用药，尤其是它这种。这个时候呢，再加入一些生根液，用到的是汇丸的强力生根液。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，放上一点就是一个药引子，让它生根。然后呢，咱们往水里面加恶霉灵，这个设计的就很人性，这个是千百剂的恶霉灵，这样只需要按压就行了。然后人家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按压4次兑水500毫升，我就按个16次就行了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它避免了与药液的直接接触，你这样就靠按压来弄的话也比较省心。之后呢，搅拌一下，这个时候就别用肥料了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妈咪妈咪，轰！浇上这个生命之水在，这没有办法啊，花友，我能做的我都做了，啊，接下来活不活就在他了，行不行那是我的事儿，活不活是他的事儿。没有办法，这个花友的茶花就看是否能再度的复生了。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了，哎，希望他早日康复吧。
希望花门在养花的时候一定要盖它几个点，就浇水这个事，活不活在水，好不好看肥，别的没啥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觉得不错就点个赞，想要寄养的厨宝私信我们就可以了。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嗨嘿嘿嘿嘿。